praise God. Hallelujah. Welcome to church. Good to have you along. Let's find our seats. Let's get ready to praise and worship our God, our King and our Savior, on this beautiful day the Lord has made. And we're going to rejoice and be glad. Lord, it was a glorious day. Lord, He saved us from our sin, washed us in His blood, and made us new again. And Lord, we come to celebrate and worship a brand new year. Lord, to celebrate and honor You with all that we have. Let's declare it this morning, church. Oh, I was buried. I was buried beneath my shame. Who could carry that kind of weight? It was my tomb. Till I met You. Oh, I was breathing. Yeah, I was breathing, but not alive. And all my failures I tried to hide. It was my turn. Till I met You. You called my name, and I ran out of that grave. Out of the darkness, into Your glorious day. You called my name, and I ran out of that grave. Out of the darkness. Your freedom is all that I know. Hallelujah, Lord. It's You that's called us out of the darkness into Your light, into Your glorious light. Lord, so that we may do Your will, not ours. 你的旨意不是我们的，你的大能不是我们的肉体。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被你所赋予能力来和你连接，来重新的和你连接，主啊。帮助我们站在你的同在、你的灵、你的大能 当中、你的真理当中，在今天你的恩慈当中，他拯救我的灵魂。让我们来这里来宣告，我们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的拯救，从黑暗当中被带到光明当中。再次，我们需要你的拯救。You're my healing. Now Your love is the air that I'm breathing. I have a healing.
的主啊，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感谢主。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以主耶稣的名，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他释放我们得自由，他洒了他的宝血。主啊，我们这样说，我们来到这里和你重新连接，这是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们，通过宝血，主啊，我们来到这里，求你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能力来走在这个你的道当中，不只是说一说的，而是要行出来。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聚会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在灵里面、真理里面来敬拜你。主啊，帮助我们通过你的恩膏、你的同在，以主耶稣的名义，我们这样祷告，阿门。我们在网上的聚会的听众看观众们都说阿门。我们再一次来唱，通过你的恩慈，只有你的恩慈能够来拯救我们。我们再次来宣告你的恩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地狱在我们身上不再有债，不再有捆绑，因为我们被释放进神的荣耀的光中。是的，教会，你开心吗？你高兴吗？有六个人、七个人都很开心，其他人呢？我告诉你，你选择我们。他爱我们。我们来唱，你喜欢这首歌吗？很多人都喜欢。我们来唱，来宣告，你什么人都不选，却选择我这样什么都不是的人。Another blood-bought, faithful member of the family.
Hallelujah. 耶稣，耶稣，耶稣。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目的。你有一个目的，我有一个目的。每个人在这个房间里的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有他的意义的，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在主的旨意里面。我们如果让神去做，他就会做，他就会做的。哈利路亚！每一个人跟我说，我有一个目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让它发生吧。是的，主啊，来。Let me go down, down, down in history as another blood-bought faithful member of the family. And if they all forget my name, well, it's fine with me. Living for the world to see, nobody but Jesus. So let me go down.Hallelujah. 是的，是的。我什么都不是，告诉某一些人，关于某些人，他的名字是耶稣。这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是，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子女儿。我们之前说过，我们是你的儿子女儿，是父的儿子和女儿，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都说阿们，我们都说阿们。那你们互相去握手，以耶稣的名，哈利路亚。Thank you.
Well, praise God, amen. 来赞美神。我们请大家坐下，找到你的位置。欢迎你们到神的家中来。Wow, praise God. 赞美神。你们找到你们的位置好吗？你喜欢今天早上的聚会吗？在神的家中是太蒙福了，来高举神的名，受到祝福，我们都说阿们阿们阿们。欢迎你们大家来到神的家中，所以在网上观看的聚会的家人们，不管你是第一次、第十次、第一千次，今天都是非常好的。我们需要被神触摸，你们在神的家中需要被他触摸吗？我们要从神那里听到他的话语，你呢？我要听到神要对我们说什么。今天早上不管是通过一首歌，是通过通告，是通过祷告，还是通过我们的讲道，不管是什么，我要神对我今天早上来说话，因为我要变成一个神之中什么无名的人，但是在基督里面却是有用的。谁知道呢？神在我们的身上还没有结束他的工作，还没有。所以我们什么人都不是，但是我们却是神的器皿，是吧？我们是神的一个管道。我们之前唱过，我要成为一个神的管道。Bronwyn 来上来帮我唱，我要成为神的管道，在神的河流当中，我要成为一个神的管道，在神的河流当中，所以深深的挖掘我，深深的挖掘我，更宽的来挖掘我，我要变成他的管道。我不知道，你记得这首歌吗？这是非常好的一首歌。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是神的管道，在他的美善当中，他的爱来去触摸我们。所以牧师在说，我们什么人都不是，但是我们却能成为神的子民的一员，被他所使用，赞美神。我们要变成一个他的光鲜亮丽的一个频道，一个管道，被他所用，这是非常好的正面的事，这不是一件负面的事。我们不只是说天堂的一个数字而已，我们的名字被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是个人的、私人化的，是神之间的和神之间的联系。我们是神的儿子和女儿，这是一个特别的关系，在我们和神之间，不只是在天堂，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一样，赞美神。我们来进入通告的时段，记得呢，如果你可以把你的手机调制成静音就最好，所以它不会来去打断我的唱歌，我的聚会，我们的聚会。我想大家想要打断，不想要打断我的唱歌。有些歌非常的好，它是基本的歌词，很简单的歌词，也许听起来像儿童的敬拜歌曲，但是它里面充满了神的大能、神的话语和恩膏，对我们的心，在这段时间对我们的心说话，神在做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这些老的歌曲呢，我记得我的很多很多年前我经历一些事情，有这首歌说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战胜者，这是1870几年的，我21岁的时候，我是在得救的，我是掌权的，我是得胜的。我之前唱这些歌就是要去度过这一天，在宣告神的恩膏就会来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到这些地方，我们有时候在这样的境遇当中，让我们来唱这些歌词，这些老的歌曲，让神对我们的心做见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有生日，有两个生日，我的姐姐她有过生日，她比我大一岁。Annie 在1月13号过了生日，是的，我不告诉你她多大。那我今年60岁，她今年61岁，她比我大一岁。她今天不能在这儿，但是对她说生日快乐。你知道，她经常说，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没有人知道，就是我们知道
安妮的丈夫 Ian 他去年吧，是去年或者说超过一年左右他去世了。那么安妮就是非常的挣扎，你知道他怎么样呢？他就用方言来祷告，他用方言来祷告，这样就可以让他来度过艰难的一天，就是用 这种方式。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来用方言祷告来去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爬过这个高山。是的，这是非常有用的，有用的。是的，神的话语是有用的，神的方式是有用的。让我们今年来去和神同行，不要被他被所有我们的境遇淹没，而是通过他的恩典，我们可以超越我们的境遇。Meredith 在家中吗？ Up the back there. Happy birthday, Meredith. Meredith, 祝你生日快乐。是今天吗？一月十六号。不要忘记了跟他说生日快乐。希望他今天是非常受祝福的。有很多很多的更多的生日可以来到。我们做神的又宽又长的管道。对 Meredith 说生日快乐。How good was that testimony last week? 上个礼拜的见证是不是很棒呢？ Amen. Praise God. 赞美神。Jason, 他被医治，他的心脏本来是不太工作了，只有一半工作，只有一半才心脏只有一半工作，然后他需要一个心脏移植的手术。那我在这个网上，我在度假的时候在网上听到的。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来做工，不管是要祷告一次还是十次，我们相信神会在我们的事情上动工，相信他，信靠他。我之前就跟 Jason 说了一下，上个礼拜提到，我想说这个礼拜再提一下。我需要去再一次的去验证一下，他不相信，他不相信，神是美好的、美善的。Jason 现在感觉非常的棒，他跳来跳去，活蹦乱跳。你看，他已经剪了头发，他也是剃了胡子，他今天是非常好的，看上去非常棒的见证，赞美神。还有神继续的工作，是的，我们相信神。我们生命中都有问题，是吧？都有一些麻烦。你的，我的问题就是你。不，我开玩笑的。我们都有问题，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这个可以来去它可以来去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对神开放，所以我们不会去挫败神的恩典，让神在我们的里面做工，在外面做工。我们都说阿们，阿们，赞美神，所以是非常棒的。我们来听见这样的信息。星期三的聚会也是非常棒的，神的声音。今天我们要来讲星期三是在讲第二部分，第二个部分，继续这个主题就是神的声音。那这里面是有五个系列。怎么听见神的声音，怎么认出他来，怎么去分辨神的声音，在这个经典回放当中。我那是2015年是吧，还是13年？2013年是吧。神的声音要记得记下来，不是说在看电影，而是在聚会当中。哈利路亚。我就是提醒你们在网上的人，我们的咖啡馆呢是在聚会之后会开始。今天也许没有那个甜点，但是有
饼干，有咖啡，拿铁，然后有巧克力，不同的茶和咖啡的供应。你们留下来和别人交通，来去享受神的同在。是的，时间到了，我们可以来收取十一奉献了。请请分发奉献袋。我们现在让 Jason 上来好吗？也许他感觉不是很自在吧，但是我和你在一起，我永远都不会觉得舒服。欢迎你。因为神对你这么好，他对我们都这么好，你是不是想要分享神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情？你的这个见证非常的大有能力。你不知道 Jason， 他是，我知道这是十一奉献，但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神在你生命中做的伟大的工作，你怎么得救的，你的事情，你感觉到神带领你说什么，你就说。我非常的感激，我们就是非常感激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三年前，我来到这个教会，我的过去非常的糟糕，也是有吸毒的、酗酒的、不好的生活经历。我是吸毒非常的厉害，吸毒非常厉害。我从墨尔本来。来到 Warrnambool， 他改变了我的生命，来到教会找到了神，然后得救。那我有五年的时间，我清洁了我自己和这些东西分别。你觉得教会怎么找，你怎么找到的？我的妻子 Amanda， 她就是直接走进来的，她感觉到就是圣灵要带领他来，就是说，带领他来这个教会，急切的带领他来这个教会。然后我来了之后就没有离开过。我差不多快死了，我的身体被我就是摧残到，我本来是这个，是一个大厨，然后我一天要工作14到16个小时，我喝非常多的。酒，然后我就吸毒，然后我的心脏就是我得心脏病，心脏就是发生心肌梗塞，差不多快死了。我现在是100%的健康，非常好。我们来为十一奉献来祷告感谢好吗？非常好，神祝福你，非常棒，听见这样的见证。我们中间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别人的背景，有些人也许不知道别人的背景，他们的生活经历。我们这个吸过毒啊，或者说怎么样，就是进入一些非常糟糕的经历当中。那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受伤的人，就是受到有悲惨经历、糟糕经历的人来进来被神医治。Jason 呢，他在旷野中流浪，在最终在黑暗中迷茫。Amanda。把他拽进来。我记得 Jason 得救的时候是非常美妙的一天，然后他就一直来祷告，因为他的心脏和其他的事情一点一点在这个旅程当中，神把他带到这个地步。我们再一次的我们来强调不要放弃，因为神开始了一个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以为说我们走不到终点，但是当我们爬山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些人不知道，当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呢，当我们快要到山顶的时候，有时候最难的就是到达山顶，因为越来越陡峭，然后你才可以到山顶。所以我们中间很多人太早就放弃了，太早就撤退了。我们快要到终点了，到胜利的地方，我们就太快的去放弃。我们只要再坚持一点点，再坚持长时间一点点，我们就很快能得到自由，得到得胜。所以被鼓励，不要
放弃，永远不要放弃。我们都说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永远都不要放弃。这个之前是这个丘吉尔啊，英国的丘吉尔首相他说过的。我们来为这些十一奉献感谢神主，我们感谢你为这些十一奉献，我们感谢你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所有的方面，不只是我们的钱财方面，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方面。主啊，今天早上现在我们来尊荣你用我们的十一奉献，这是我们敬拜的一个部分，这是我们尊荣的一个部分。这个第二个的十一奉献，我们来尊荣你，来敬拜你，来荣耀你，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手在我们的生命中，你来指导我们在2022年，主啊，来变成你要我们成为的样子，要去做你让我们做的事情。以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阿门。我们都来感谢神，来让这个乐队上来继续。我们下面一首歌就是非常美妙的一首歌，就是像雪崩一样，这是非常美妙的一首歌。他讲到我们的神。讲到我们的主，讲到神的美妙，他的美善，我们来准备好，我们进入这个敬拜的这种状态当中。我们要来赞美你，要来尊荣你，用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心和心的连结。今天早上主啊，真正的当经文中告诉我们说，在真理和圣灵里面，主啊，你得到尊荣，在这个地方，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们来唱。
所以我们爱你，我们非常的感激你，我们感谢你，你邀请了我们进入了你的空间，你的世界。我们不只是说碰巧进去的，你使得这一切可以发生。主啊，你上了十字架，为着我们的缘故，洒了你的宝血。所以天堂接受了我们，我们在你的圣名册上，我们是天堂的公民了。感谢主，感谢主。哦，再次我们来唱，我们来再次的敬拜。是的，耶稣，耶稣，是的，主。是的，在我的心中燃烧，没有什么可以和你的爱相比。主啊，在我们的心中，这个时候，这个时刻，主啊，当我们和你连结，没有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的是可以来去供应给我们，甚至是最高的权柄、权力都不能够和你跟你之间的连结来去相比。主啊，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孩子，主，我们来敬拜你，主啊，在今天，主啊，在今天，在我们的膝盖底下，我们双膝下跪，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都说阿门，阿门，阿门。那我们请坐下，来到圣餐的桌前，在这个非常珍贵的时刻，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在和神的连结之上，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方面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上面。在这个圣餐的时刻，我相信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时刻，我们和神来连结，其中有很多的见证讲到在圣餐的时候，人们得救，人们看见异象，被神的大能来触摸，在这样一种伟大的方式之上，它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来到圣餐的桌前，我们不要只是被这个杯子这些行动这些具体的东西来去干扰，让我们的心是集中在他的同在上面，在他的同在上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连结，是不是呢 Kevin？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连结。在今天早上当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这首歌里面说他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救主，他把生命呼吸到我们的生命中，他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到光明之中，他给我们他的生命。我爱这个宣告说，主啊，王啊，你是变成奴隶，
我们都是奴隶在这个世界中，我们走向死亡，走向地狱的路上，在这是每一个人的现实。你可以想象吗？那就在这个屠夫的屠宰场，他们这个挂在钩子上面，这些肉就是想要去被丢到地狱当中去的，这些一块一块的肉，我们的现实就是这样，我们都是奴隶，在我们的最终死亡等候下地狱。但是一位王来到，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死，为我们，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我们里面什么都没有可以使得神让我们值得神来让我们为我们做这些。但是神在他的爱中，他如此的爱我们，甚至是在我们这样的丑恶，在我们的罪中，在我们的这样的傲慢和骄傲当中，甚至当我们对神摇手说我才是我生命的神，我们都会这样做，在时不时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他超越这一切，我从来都不会忘记舍利唱过的一首歌，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遭受患难，在忍受患难带来的痛苦，他的痛苦，当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们都在他的心上，我和你在耶稣的心上，整个世界在他的心上。他知道通过十字架拯救就会来到，来到这个将要死的世界中，在受忍受痛苦的这个世界中。这就是你和我，今天早上我们纪念他在这个圣餐的时刻，这位王他是为罪人而死的，为我们这些奴隶，他把他的王者的身份放在旁边，他伸出他的手来触摸我们，通过十字架，通过他的牺牲，我们可以被他被他洗净，我们的罪不再记在他的账上。非常大的这个罪的账是又大又长的，但是神却帮为我们洗净了这些每一个错误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付了这样的代价。在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宣告有什么发生了呢？就是真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他站在比拉多面前说，比拉多问他说，你是一位王是吗？因为每一个人都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他说是的，你说我是王，我因为这个缘故我来到世上，为了这个目的我来到世上，来去为真理做见证。在第三天这个真理被所有的人看见，他是复活了的救主，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是为着这些奴隶而生的一位王。言语不能够表达你为我们做的一切，但是主，我们如此的感谢你。主啊，我们来到这一天，在痛苦当中，在刑罚当中，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疼痛，你所去忍受的经历的是特别可怕的，在这个骷髅地那样的方式，以那样的方式，主啊，但是通过这些，我们都在你的心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牺牲，通过你的身体被鞭打，是无法超越的，无法认出你的原型。我们今天可以走来走去，有健康的身体，和你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通过你的宝血，我们的罪，我们的耻辱都被你洗净，都被你完全的洗净。我们现在是站在你的面前，是公义的，是神的永生神的儿女，来敬拜你，在真理和圣灵当中，我们都这样的祷告，我们来吃和喝，来去庆祝这个时刻，这样伟大的救主，这么爱我们的神，以主耶稣的名义我们祷告，阿们。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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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amen. Oh, amen. Jesus. 耶稣。Is. 耶稣。Lord. 是主。Amen means amen. Let it be so.意思就是说希望是如此 Amen and amen, amen, amen 就是说就是这样子就希望是如此 amen amen, 我说 Amen and Amen 应该就是如此就是这样 no use arguing about it, 没有什么、在智力上的争论了 Tell me anything else. 告诉我什么其他的吗 yes, I know. 我知道这点 He is my son. 他是我的救主 He is my Lord. 他是我的主 Thank you so much. 我们如此的感谢他 我们记得每一个星期天 每一个星期天你们经常的来这样做我们都说阿们请大家坐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儿童教会现在就离开吧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宣告当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激的信息 Les 不在那里 you 你有笔记吗、oh, right. you heard it. We shall 我们不要死在我们的罪中我们不要死在我们的罪中我们的罪呢Amen. Mate, you got about another 15, 20 years, 20 years before you 你还有、在这个是的这个我的外孙子他总是想要、太早的去讲道一直在吵吵你还有十年二十年才可以这样神他照顾了我们罪的问题我们要去寻求他跟随他我们可以跟随他寻求他的唯一的方式跟你说实话只有一个方式就是听见他的声音现在呢我们星期天来到这里我们唱歌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分享从神的话语当中呢他教导我如何去生活他教导我他想要我怎么生活然后我要到他的面前以一个关系性的方式说主啊我做不到没有你的恩典在我生命中没有你的能力在我里面我做不到你活在这其中你说我的灵在你的里面你的灵在我里面我们是合而为一的你的光在我的黑暗当中照亮我要走这样的道路主啊我需要你的恩典你的话语中说我们需要我需要信心来可以去做一个正确的要求对着天堂你听到我说的吗正确的要求要按照神的话语去祈求这样神才可以去放释放他的恩典、来去帮助我们去成就他所说过的话所以我要听见他要说过的话有两个方面有一个道我就是感觉光秃秃的没有我的圣经我经常把圣经这样举起来我、去进入圣经当中去看当我如何用神的正确的原则去明白理解神的话语用正义来分解圣经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呢神你需要神自己、跟你说的不是写下来的但是是跟、根据这个他的道去延伸出来的他不会去、和他的道自相矛盾的在很多次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需要这样的话语当你第一天听见这个话语的时候就是你得救的那一天当那一天你对耶稣说 yes 的时候对你的罪说不的时候让他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神处理这一天来到的时候有很多次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需要听见声音一个声音到底是左还是右去什么城市去、找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去
怎么去，因为神使得这一切可以发生，我不想要错过他给我所预备的生命的计划，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的去跟随神的。这不是根据我的肉体，我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什么，这不是罪，有很多事情我要做的在这个世界上。是的，听起来不错，每件事听起来都不错。神把我从我的自己的想法中去拽出来，他想要给我看到他想要做什么。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做的那样，我也要去做，不是我的旨意，而是神你的旨意被成就。他把我呼召到这个事工当中来，这是在我心上最末了的一件事，最不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做牧师。我们在星期三晚上，如果你要是在网上看的话，就是一个信息关于神的声音。我们有五个讲道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去办布道会之前的，我在讲到的，在十月份之前，在2013年。和大卫弟兄一起我们一起去做这个事工，去奇瓦马赞比亚，去这个租拉萨卡，去租这些音响器材的之前，我们来去做了一切，去付了钱，和大卫弟兄一起是非常成功的。然后从这之后呢，我们和 Christ 牧师一起，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在和他一起同工。所以呢，在星期三晚上我们就放了这个讲道，就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集，第一集关于神的声音。我去看了一下，里面很多的见证，有一些细节在我生命中，在我的事工当中发生的一些细节，这个教会的，关于这个教会的事情，没有说讲到全部的东西，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就说哦，你这个教会星期天要再次看，这个教会星期天要再次看一遍，因为它是很深刻的，不是我，这是神他做的。从什么都不是到一些东西，从什么都什么人都不是，无名小卒，到一些东西，到成就一些，神要在你的面前做这些，以主耶稣的名义，我们要进入他的一个状态，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把我们自己的声音关掉，不是我的旨意，而是他的旨意可以被成就。那只有一个方式可以做到，就是让神的恩典来改变我。让神的恩典改变我。在这里我们可以变谦卑，就是来牺牲你自己的努力，你的时间，而是说神你要我做什么。所以我要再次的放这个讲道，我不再讲太多，我要今天在这个主日的聚会当中再次放星期三放过的这个教导，在这么多年前，就关于怎么听见神的声音如此的重要，它是如此的重要。写下来，我们祷告，你有没有跟对的人结婚，一个结婚的伴侣。我不要再说了，我不要去和错误的人结婚，我不要，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生活，在我得救信主之前是我自己选择，然后我再用神的方式去选择，用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涯中，它是非常好的，有非常好的果效。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声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明白理解，不只是说承认，而是知道是神的声音，有一个理解，你知道吗？有一个深刻的理解，知道神的美善，为什么他要你这样做，走这个路。你预备好了吗？再次，这是30分钟的一个讲道，我们再次来听，让神对你的心说话。让我们来翻到约翰福音的10章，约翰福音的10章
这个二十七节关于到神的声音。耶稣说这段话非常的简单，他说我的羊，说到我们基督徒们信徒们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作为一个羊，作为神的儿女之一，耶稣说他知道我的声音，如果你的心转向他，你就认识他的声音，你就认出他的声音，你就明白他的声音。让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我和瑞牧师一起帮助建立的那个教会，我在那边十八个月左右。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是一个崭新的教会。我们开始的时候才20个人左右，15到20个人左右吧，去开始那个教会，在这个教会之前的另外一个教会，有很多非常艰难的事情在那个教会发生。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当时的牧师和瑞的妻子开始了一段关系，在当时。那我是一个新人，我是那个教会的长老，那边有15到20个人吧。那这个牧师呢，我们的人数开始越来越多的时候，开始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人数开始越来越多，开始增长的时候，那当然这个人是很能讲道的，他讲道很能讲，就是当时这个教会的牧师，他是一个传道人，也是牧师。他开始呢，我当时不知道他跟这个女人有这种不正当的关系，我只是感觉到我应该做一些事，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需要跟你聊谈一谈了。我就找到了教会中当时的一个跟我同意的这个意见一致的一个人，我就找他一起和牧师谈话。我说我要跟你和你的妻子谈一谈，然后我把这个跟我意见一致的人找来一起跟他们谈天。我说教会太小了，也没有什么收入，你在外面去刷油漆，这是他的一个他是油漆工啊，他为房子刷油漆，这是他的职业。你也让这个谁谁谁的妻子在白天的时候帮助你。我说呢，我相信这个好像不太对哦，这看上去不好。我就开始跟他谈这件事，我说看上去真的不太好。我就看着他的眼睛，每一个人在房间里的人，我就跟他说，我就当着他的脸，然后看他的眼睛说，你们俩之间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吧。他是教会的牧师，我当时什么都不是，也没有资历，也没有资格，但是我却被圣灵带领，要感觉到这样做是对的。我们讲到神的声音在这里，我说你告诉我。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我又再说了两遍，我说你告诉我，我再次的说了一遍，又再次说了一遍。我说好，我真的相信。后来我们又开了一次会，再次开了一个会，我对他说，我不太相信
你还能够继续的去你还能继续的在这个教会中做牧师，然后还在继续做你的恶事，你要感觉到你要去做一个选择。这不是我有权柄，但是我却讲了这样的话，他可以说你滚开，他可以说你滚开，你不要，你闭嘴怎么样，赶我走都可以，但是我却讲了这样的话。我说你要选择，做一个选择，为此来祷告，做一个选择，然后再次回来。他说我选择要做我要做的事。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你要继续你的罪，而不再在做这个教会的牧师了，你知道吗？那在后面的几个礼拜当中，那非常的明显，他和这个女人之间就是有这个婚外情。这个女人就是当时瑞的老婆。我在教会当中就是我也不是五权执事，我也不是牧师，我当时就像你们一样是会众之一而已。那突然之间这个教会就被留在半空中悬在那里。我们就做了一些事，使得这个教会可以完整，可以不再像散沙一样。我们又邀请了其他的牧师来Pastor Tag， 他是这个教会极大的祝福，他也帮助这个教会建立成长。然后后来呢，我们又邀请另外一个人来去做这个教会的牧师。我知道我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什么时候听不见神的声音。我有学到了，这支里面学到两次功课。这个人，我们邀请的这个人呢，来做这个教会的牧师，我们意识到他不是五旬节的，所以我们又开始讲到这个恩赐，神的大能，神在做什么。这个人就很害怕，他就完全的凝固了。然后呢，我们就离开了这个教会，我们就只能说到这里。然后很大的祝福来到，就是我们神就告诉我们说要建立这个教会。那感觉到很冷啊，我说主啊怎么办呢？神说这个神说在开始另外一个教会，你不知道我的心就沉到了我的鞋底之下。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当时的感受是怎样，因为我离开的那个教会有150个人，当时有非常好的会众在那里，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平衡。我当神说开展建立另外一个新的教会的时候，我的心沉到了我的鞋底下。有多少的工作在里面，有大量的工作，但是我只能说神，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我的旨意，这是我和神之间所这个做的一个交易。所以呢我就离开，然后有一些事情发生了。那我就去两个礼拜，就是离开我的工作，到了昆士兰。在这两个礼拜当中，我就知道了一些事情，我开始跟神说话，更多的跟神交通。我回来的时候呢，在几个月之后，有一个问题来到我面前，就说，主啊，这是不是你让我带领我做这些事情的呢？去挑战那个牧师，当时去跟他开这些会，去问这个人，问那个人，做这个做那个，这是不是你的声音呢？神说，那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是啊，我觉得这是。他说是的，是的。那我多么的愚笨呐！我以为说是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常识做的，做这个做那个，这是神在影响我，影响我的想法，我的想法被他改变。我做的决定是靠着他的智慧，我就是顺服神而已。你们这些人，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私人的生命中，
也有很多事会发生，有很多的境遇会来到你的面前，你就需要一样的影响力，就是我当时从神那里得到的。你需要去挑战一些境遇，一些情况，用一些艰难的话语，用一些艰难的爱，有的时候是容易一点，但是你需要神。我不知道在当时这就是神在指导我，在带领我，这是我第一次开始明白怎么听见神的声音。我不知道我听见了神的声音了，那从那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旅程，完全不同的一个程度。我不是今天在这里讨论灵界的恩赐，我怎么看见灵界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这是非常在教会的这个领袖的当中是非常极其关键的。神指导我去赞比亚，一会儿我要想一想是哪一年，我的 Linton 在哪里，是1997年，因为你在1997年结婚的。当然了 Carol 97年结婚的，他指导我在差不多一年之前到这些地方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当然之前在这个纽西兰，在新西兰，因为刚好有人结婚哦，就是Linton 和 Carol 结婚，我们到那里去到参加他们的婚礼，然后呢我们就去了美国，我们就去南非，不同的地方，到不同的地方去，最后呢我们就到赞比亚去。叫神就告诉我去什么地方，在6个月之前神就告诉我要去哪里，我被圣灵带领在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旅程之上，我被神的话语、知识的言语所带领，智慧的言语所带领。我打电话，就是拨这个号码到那个号码，因为我要到美国去，要去 Tulsa， 到一个叫 Rhema 的教会去。有一个人来到我面前，给了我一个号码，然后这个人他是在赞比亚，也他知道我要来，他听说我要过去。我就打了电话，我就到了赞比亚。那这个人呢，我一会儿再说他，很多很多很多年后我再见到他。我打电话，他说 Newberry 在这里，这是我们和他的关系的开始，在1997年，然后又回去了两三次，你就听到这个故事。神他差遣我回去，在先知性的话语之中告诉他，去开始一个新的教会。他不想要开始一个新教会，但是他知道他应该要这样做。那现在这个教会有4000多个人，有一个新的房子盖起来了，可能是好几百万，花了好几百万盖起来的。在这么多年之后，大卫和他的妻子先去世了，然后再次呢通过神的指导，他的方向，通过圣灵的恩赐，我们讲到是这个教会的这个领袖的带领。我就打电话给大卫，又重新跟他连接起来。在这么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又再次的合作，有这个同工的关系，我们去办布道会，在这个八月底九月的时候又有布道会，第一个礼拜，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之后有几千个人得救，有几百个人可以得医治。我特别的爱看神在做他的事工，神的声音。有一件事情我得到启示，我不是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我要祷告跟神说，是不是你啊，主啊，让我的心来被这个说服，这是我要去的方向，这是我要走的路。
在结婚的伴侣上选择上也是这样，是不是对的人呢？主啊，我祷告，我这样祷告，我要神的想法在这件事上。你知道未来？是的。我写下一句话，那天我在想，就是宏观的，我们的生命宏观的一个展望，我们最后会怎么样？因为是很多小的时刻、微观的时刻组成的。我就想一想这个教会30年，今天的结果，我们现在在事工当中是怎么样的地步？我们有一个神学院的建立，里面有很多微小的时刻，非常重要的时刻，有关系性的时刻，关系的性的时刻来去拼成的、组成的。今天这个教会。它的有效性是你们这些人来教会的结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一个月一个月，然后有很多讲中文的朋友，讲英语的朋友，从这些微小的时刻一点点组成起来，然后我们可以到达这个今天这个地步，因为这些小的事情一点一点的组成变成大的事情，它到达今天这个地步。我开始明白神的声音，在之前的这个时候，在之前这个时候，甚至在我开始这个教会之前，我非常的爱，我知道这是神在说话，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未来。是的，他知道我们的未来。你会知道15年之前我做过什么，会使得今天在国外的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如果我没有去和 Les 一起去世界周游世界3个月，到这些地方去，我不知道。我要被神的声音所带领，我要听见他。你呢？你呢？这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关于这段经文。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我知道他们，他们也认识我，也会跟随我。他们跟随我。我总是问神说：“主啊，你要我去哪里？”他们有这样一个机会给我，让我去邀请我去讲道。我要不要去？我要不要到那个地方去？我总是去祷告求问神，我不会去因为别人给我邀请我就去。我总是邀请去问神，去求问神，让神来决定这是不是对的，这件事是不是对的。阿门，阿门。你知道神他的男人和女人在全世界当中，在十字架之前，挪亚是他的仆人。这是旧约里面有几千年前吧，挪亚是他的仆人，我管他叫神的仆人。挪亚就是被神指导要去建造一个大方舟，要去传道讲道，因为经文中说挪亚是一个讲道的艺人，传道的艺人。你说牧师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站起来，他为着神去宣告，告诉别人你们是在最终神的标准是怎样的，神怎么说的。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去传讲公义的人，是过一个不同的生活的人。Amen. 亚伯兰 who later became Abraham, 之后他变成了亚伯拉罕，他也是神的仆人。在挪亚之后，那顺便说一下，想一想，那世界上的人这点上他们的头脑混乱，因为他们的想法跟这个完全不合。就是有8个灵魂在挪亚家里，在8个灵魂当中，整个世界，现在的世界，有世界上有70亿人，
从这八个灵魂来的。你说这怎么会呢？怎么可能？我不知道神做了什么。但是这个在巴别塔之后呢，他就把天下人的口音都变乱了，给了他们不同的这个口音。我不知道神怎么分散他们到世界的这个这么几大洲去，把它分到世界全地。当然这里面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时间去具体的讲这里面的缘故，但是神这样做了，非常的 惊喜精彩。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挪亚呢，他讲到了100年，差不多100多年，他讲公义，他让这七个人没有添加，他这也是一个成功。感谢神，今天因为几千个人通过这里来这里的这些灵魂，阿们。但是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关于人数多少，这是关于什么呢？关于去做神让我们做的事情。这是关于这点，关于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他让我们做什么，你在做他让你做的事。神的声音我要听见，清楚的听见。我不知道你，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作为一个牧师，我要听得更清楚，我要听见神的声音更清楚，我不可能搞错。我们中间很多人说我不要进食祷告我才可以清楚的听见神的声音，我只想要听见，清楚的听见在我那个吃完我的早饭那个玉米片，我吃完我的面包之后我就听见了。听起来是不是很像你啊？我们想要做最少的工作，但是却得到更多，得到最多。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这样祷告说，主啊，我要清楚的听见你的声音。我知道这不是魔鬼，这不是我自己的肉体的声音，我要知道这是你的声音。不管你说什么都是要去照着做的。所以神呢的在这里听见神的声音什么意思呢？当耶稣说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我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样说吧，就是去深刻的理解。当我在那个教会做长老的时候，我没有完全的理解这是神的声音，我听见了神的声音。我要完全的理解，深刻的理解。你说牧师什么意思？我要明白理解这是神他在说话，他的信息，他的神性的信息来到我的面前，他的真理的显现在我的面前。这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听见神的声音，他不见得是你听见一个人的声音，像我们平时听见那样。我的意思就是我快要结束这个讲道了，因为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听见神的声音呢，不是说听见像现在听见我的声音这样，听见神的声音就是一种理解，一种深刻的理解神的思想上在想什么，关于这个境遇。我听见神的声音，当那个牧师在做错事在犯罪的时候，他在跟这个女人跟别人的妻子有不正当的关系，婚外情的时候，我当时不知道现实中这些在发生，但是神在我的里面告诉我说，你要去挑战这个人。我并不是听见一个什么人说话的这种听见耳朵里听见的声音，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意念，有一个理解，有一个理解，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耶稣说羊听见我的声音，我的羊听见我的声音，那我怎么不管怎么样，我听见了，我理解了，要做什么，我理解了神的意思，明白了神的意思，神在说什么。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呢，我的祷告都是这样子。作为基督徒，你也是要这样子。你说主啊，帮助我去理解明白在我的里面的，在你的这个话语里面的，让我明白你要说什么，
我那天我的这个聚会当中有一个人，上个礼拜告诉我说，哦，我完全的明白了。当我是一个这个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徒的时候，我要读经文，读圣经，我什么都不明白，我没有办法理解，他不会对我的心说话的。我就说神，就是这个作者，我不明白。同一个人讲的话也是一样的，上个礼拜跟我讲的话也是一样，他说我如此难理理解明白，他就是从我的头上飘过去了，这种感觉。我当时也是这样，因为宗教性的人士就是这样子。我说但是现在我对神传讲，我对神说我要做的就是，我希望这个在中文当中这是一个是一个词语。是的，他在点头。有些英文中的词在中文中是没有办法翻译的。那这个理解这个词，完全的明白深刻的理解，在经文当中，我要你明白这个如何应用到我的生命中。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权柄去用耶稣的名？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权柄作为基督徒去用神的名字，在对天堂来讲道，对一个人的身体来讲道，让他得医治？我们在八月九月的时候，我们去办布道会，我就会对着这些身体上有病的这些瞎眼的来去聋耳朵聋的然后腿瘸的，对着他们来讲道，来去医治，来去祷告医治，然后医治就会发生。我想知道为什么。不是说不相信，不是因为不尊敬，但是我就是想要明白所有的事情。我想要神对我说话，我想要神对我说话，他对我说话，他在说话。这个词语就是理解，明白，明白。有时候有着圣灵的恩赐，神就是说放，就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头脑中。突然之间他给我几个小时的解释关于一件事情，我就可以去讲到，在这件事上讲到。他在就是闪电的时间就可以做，他给我完全的理解，完全的真理，完全的明白理解。是你，如果你们中间的人也需要这样求问神，他的方式就是这样。我想要你明白，这不是这不是一定是一个听的耳朵听得见的声音，也可以是，它是一个里面的一个明白，一个理解，这不是自然的，而是神给你的，你的思想自然的头脑会去分析它，分解它，把它你可以用你的头脑作为一个工具，但是神想要给你他的理解力，明白，和神合一。这个思想在基督里面的就在你的身上。是的， Amen，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所以挪亚，神的仆人，他建造了方舟，在传讲公义。我感谢神，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结束。感谢神为了这三十年，我要感谢他。今天和你们大家一起，不管你在这里是十年、一年还是多久，我要感谢神和你一起来去清楚的对我们说话。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么多年当中，为我们来去完全的明白理解他的方向。是的，我想在这个自然的事情当中会呈现出很多。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他的影响力，他给我们，他赋予我们的能力去做这些事。我今天要来感谢神为这点，我要你和我一起来感谢神，给我和所有的人
包括你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你们中间所有人去支持这样的一个强制令。我下个礼拜再讲这个强制令。把这个词语先放在那边，就是说从神而来的神性的一个事情，一个去拯救灵魂，去改变生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想要感谢神，在今天为了这三十年来他从来都不离弃我们，他从来不撇下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失去他的供应，从来没有，不管是在哪件事情上，哪一个方面。我想要感谢神，在今天为跟着你们一起来感谢他，在三十年有几千的灵魂得救，有这么多的身体来得医治，有这么多的思想来被丰盛起来，这么多的生命被丰盛起来。当我们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在这个房间，就是我们在那里去让灵魂得救，有一个使命，就是强制令，神的强制令就是要去让人们和神有一个关系，通过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使命。今天还在我的心中燃烧，在这个教会的领袖团队当中，在这个教会当中去拯救灵魂，去丰盛他们的生命。下个礼拜我就讲到神的两个强制令，一个是拯救灵魂，一个是来去丰盛人的思想。没有什么改变，神还是同样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还有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为这些事情，为他做的这一切，他没有放弃，他还是同样的神，同样的能力，同样的强制令，给我们同样的目标，给我们同样的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阿们，阿们，阿们。我想你们大家有一个尝一尝这个星期三晚上讲到的这个关于神的声音，不只是在我们的教会中，在你个人的私人的生命中也是一样。什么词呢？关键词是什么？就是完全的理解。我们要完全的理解，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要知道他在讲什么，跟我们讲什么，在我们生命中哪一个方面，我们要知道神对我们在自然界，在灵里面，在我们的智力上对我们说过什么，在所有的方面。是的，他是一位神，他会去供应你的每一个需要。是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中间的每一个某一个需要，就是我们知道他每一天都要对我们说话，去如何去查验，哎，去看一看你的收件箱，你的收件箱。你有没有 一封邮件在等候你去读？在灵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照顾我们，关照我们所有的一切，每一天都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去花时间花精力去读，去听，去明白，去寻求找到，并且抓住你对我们说的话。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今年在这个2022年这还是一年，我们中间很多人是知道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是的，有很多的东西是不确定的，在今天，在之后，这个世界不知道的不确定的东西。但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指导我们，给我们能力。主啊，当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你，主啊，你是救主，你是我们的神。给我们机会，这个礼拜我们这样祷告，去分享这个伟大的奇妙的信息。主啊，在过去的两年，他给我们很多的干扰，我们不想要这样的干扰，
我们知道有些事的发生啊，这个时候是在重新的聚焦在你的里面，这一位神，一位可以上天堂的，让我们上天堂的救主，他爱你，他为你而死。在这里我也告诉你，今天你也可以得救，让你的名字被记载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中间人很多人需要这样做，要承认这个真理，使用我们主啊来装备我们，以主耶稣奇妙伟大的名祷告，我们说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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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